12至35层，舒尺式垂直升降，15至35层。产品特点：该设备分液压驱动和液引驱动两种驱动方式，操作方式可采用手动或刷卡操作。其中，液引提升的速度可达每分钟120米，液压提升速度可达每分钟60米。本设备获发明专利，是高层升降横移类设备的升级产品，比垂直升降类设备更加灵活，空间利用率更高，是垂直升降类设备的替代产品。该设备层数为35层以下，容车数量可根据用户的需求量身定制。运行原理：设备采用舒尺式载车板，融合升降横移类与垂直升降类立体停车设备的特性，以液压大传动比驱动。存车动作：回转盘处于工位，升降机落下，开车入库后离开车辆至操作面板处刷卡或按键存入车辆，升降机将车辆提至应停层上部，舒尺架横移至升降井道，升降机下落将车辆放至舒尺架上，舒尺架将车辆载至应停泊位，升降机落至地面进行下一辆车的存取。取车动作：舒尺架连同应取车辆横移至升降井道，升降机上升将车辆交换至升降舒尺上，舒尺架横移归位，升降机下落将车放至地面层舒尺回转盘上，回转盘回转，将车辆掉头后，操作人员将车辆